你好，现在要介绍的 The Wall 这款是一款实木定做的家具，尺寸跟大小甚至颜色都可以再重新调整，做成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家具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细节，它是属于铁片去折出这样子的造型，那铁的质感是有一点点喷砂的，所以不会说完全的反光亮面。木板的部分呢，隔间也都完全可以再照自己实际的需求去做调整。上回还有一组客人，他是特别从木板的部分做开洞，然后让他们家的猫咪可以在上面走动。那你看到的这个尺寸大概是180公分，然后高度的话也是180公分左右，那当然也可以再做高或者是做比较窄，都可以再调整。需要做定制柜的朋友，欢迎上拓家或者是找莎拉哦。感谢。